天边的晚霞好漂亮哦。是啊，真的很美啊。阿公从小就在这里生活，和这座城市一起长大。乖孙，你不知道吧？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令人心碎的惨剧。那一天，人们像往常一样过着平静的生活。大家不知道，一场灾难正在悄悄地酝酿着。可是许多动物却提前察觉到一场大地震即将来临。动物这种大规模的异常举动，正是这次大地震的预兆。地震突然间从海底爆发，很快的就殃及了海边的城市。